各位观众大家好啊！如果大家咧依家睇紧我嘅系男仔嘅话咧，即系性别系男嘅话咧，应该咧都会曾经谂过自己可唔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军队出嚟去打其他人咧，占领全世界又得唔得咧？好啦，好明显啦，你同阿妈讲、阿爸讲系冇可能嘅。咁所以今日我哋就喺打机里面实现啦。今日我哋玩 Roblox 嘅 No Army Tycoon。大家知唔知阿米系咩咧？阿米其实就系咧，嗰啲叫咩？军队？咦，哇！我之前已经玩过噶咯，听讲。咁我拣咩好啊？拣手机啊咁啊。我悭钱。咁啊，其实我就好耐之前已经玩过噶啦，咁所以依家都系赚紧钱嘅。咁我睇下点先，因为700几蚊可以买到过呢啲士兵嘅。咁佢就系要我哋一直买士兵，跟住一蚊一秒一蚊嘅。20蚊，我有啦，有研究人员啦。是一个 vehicles 喎，呢度系可以俾 vehicles 嘅。呢个升级我啲 loop 嘅士兵，即系咩 loop 嘅士兵咧？即系呢堆嘢咧，呢堆咁嘅废人咧，我哋依家派佢出去咧，佢系完全打唔到嘅。咁其实可以占领嘅，可以逐个逐个睇。咁研究点数我哋迟啲再翻嚟啦。依家我哋最重要系钱嘅啫，因为我哋有钱先可以买研究人员，有研究人员先可以啊有研究点数喺度。哇靠！咁多嘢噶，系自己工作高啦。我行先，过嚟，我系你哋嘅领队人，赚钱赚钱钱。我想问嗰啲 RP 系咪就系研究点数啊？2000几蚊咁呢度咧，做咩噶？300蚊，400蚊。喂，啲人做咩出晒嚟？佢做乜嘢啊？佢上面嗰度，佢黐线啊！佢派晒啲飞行人过嚟喺度打我哋。超级士兵碌咧，先2000蚊一个塔啊，一个塔。点解我点解要我买个塔咧？呢个塔啊，有啲咩用嘅咧？塔啊，我 fail 啊，又玩。但佢一条梯咁直上去系咩嚟咧？零工，俾到钱啊！呢度系买咩嘅咧？哦，呢啲系射手，好似系买。咁即系话另一边都有喎，系咯。另一边都有塔噶，因为正常两边射手一样一齐兼顾噶嘛。哦，好，咁阵间佢够钱就去上面嗰度买射手。呢度睇下点样可以用？咦，佢呢边应该可以装嘢嗰啲，咁可以用呢个超级士兵。我黐线啊，佢咁多 vehicle 喎！佢真系好强劲，我哋都要好似佢哋咁强先得。适者生存，物与竞争。咁但系我哋今集都玩咗好耐啦，30分钟，惊 delay， 下集再见，拜拜。